时候我就接他两分钟的时间啊，就是说我们几个很幸运请到一些郑先生跟林小珍来听我们讲一讲，那么我就借他的时间两分钟讲一讲。那星期五我就跟林小珍讲一件事情，他说我应该给大家讲一讲，那我就现在跟大家讲一讲。那么就有一天我去那个，我就跟老先生讲说，哎，很了不起啊，你这个年纪对太太还是这么亲密啊。老先生就拖我一旁讲说，事情是怎么样，我几年前我就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敢问。那就说这是不是那个老同事来的话，就带回郑先生就跟我们讲一讲。谢谢啊。其实我们很感谢这个趣味俱乐部来要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其实我们这个小组呢是属于一个对健康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几个人，然后我们也有那有的是一两个是专业的，不过大部分我们呢都是以病人或者是病人的家属，因为某些原因某些病，然后我们就学到了东西，然后就发现可能跟大家也许某些朋友们啊，或者是邻居啊，或者是有的这些可能跟你们有用，所以说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但我们是完全是不是专业的，我跟我先生呢只是我们这个小组里面的两个成员。现在我让我先生讲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各位朋友大家好，他听得见我讲话吗？可以。听见。今天我很开心跟大家见面，这么多朋友从远道来，还有军女来，还有来听我的讲座。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个 Alzheimer 氏症 Alzheimer disease。首先我要声明，就是说我是学机械工程，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见面呢，是以这个病人亲属的身份来跟大家见面。我的岳母就是印小珍的妈妈，她生前的时候好像有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症，她现在去世十年了，我们都很怀念。所以今天讲座可以说是纪念她，纪念她来做的。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实例都是关于这个我岳母的事。那我们为了这个讲座呢，因为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就去这个 Alzheimer Association 呢去听他上课，上了5000课，然后呢再去他这个义工培训去了1天，所以我们才拿到他这个 PowerPoint， 我们把它翻译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那这个 Alzheimer Association 是什么组织呢？ Alzheimer Association 是美国研究阿尔茨海默的权威，它不是政府，它是私立。那它的总部呢在芝加哥。据他们说，他们一天有4000-5000个电话求救命。应该家里老人的话，应该怎么办？现在其实各位，我们最近就是大家听众也是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学的时候是2012年，可是事实上现在在他的 website 已经有中文版了，各位都可以去看。当时我们要他的中文有的翻译说不定比我们还好，那可是当然有的东西我们今天还敢跟大家分享，主要是他不会把我们自己病人我的母亲的情况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想说也许这些对你们还是比较有用的。真的大家提一下我这个讲座的大纲，开始呢跟大家解释
什么是奥山姆斯症？奥山姆斯症的可怕在哪里？为什么可怕？奥山姆斯症呢？我们得到这个病以后呢，不能独立生活，在这个经费上面，在精神上面都是很大的负担，对本人、对你家人都是很大的负担。那奥山姆斯症呢，有这个警告的标志，就是我简单来讲，就是红灯。他有这个奥山姆斯症跟我们说，至少有10个红灯，就红灯亮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为大家分享。他们说诊断越早越好。为什么诊断 越早越好呢？诊断是不是奥山姆？假如不是奥山姆的话，有别的病的话，有办法。这个我会跟大家分享。注意事项，这本人要注意什么东西，家人要注意什么东西。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讨论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病的人，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想办法可以延迟我们奥山姆症。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我每天做什么动作，希望可以延迟我的奥山姆。Next。什么是奥山姆呢？第一个，大家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奥山姆有个氏，氏的意思就是名字，这个是个名字。奥山姆是个名字的 disease。奥山姆呢，其实是一个德国医生，他在100年前呢，他有一个心理的病人死掉以后，他跟他解剖，发现这个病人呢大脑收缩。这个病呢，我们研究了100年，还没有定论，所以为了纪念这个奥山姆的这个贡献呢，所以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奥山姆 disease。现在中文呢，有些人翻译成失智症，我还没有完全被 accept， 所以我还是学名还是用这个奥山姆氏症。奥山姆呢是一种渐进性的大脑的疾病。什么叫渐进性呢？它有初期的症状，有中期的症状，有后期的症状。这些症状是怎么起来呢？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可以看到，这个大脑呢像一个很大的通信网。只要这个通信网有的地方阻塞呢，就会造成脑细胞之间信息的沟通的这个衰退。简单来讲有3个。第一个是丧失记忆力，第二个呢思考能力减弱，第三个行为的改变。我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三个很大的这个症状。Next。接下来再讲什么是奥山姆症呢？ Next。我们在网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常常看到这个 dementia 这个词。dementia 呢，倒是翻译说痴呆症。痴呆症呢，不一定是老人的，年轻人也有。所以，这个是一个通用的名词。Next， 在这奥山姆里面，在 dementia 里面呢，有70%病人呢是奥山姆。15%呢，是因为心血管的影响，有点痴呆症。那到目前为止呢，奥山姆呢是可以治愈，还没有不能够根治。可是某些治疗呢，可以帮助我们减轻我们的症状。Next， 现在我跟大家解释是，我刚刚说渐进性的大脑疾病什么意思？我们的 team member。董炳燕，他贡献了这个，他今天不能来，他贡献了这个资料给我们。我想，董炳燕是我们大家以前一起，你要关掉你，一起大家一起研究这种我们的大家健康的消息的。他是在 NIH 这个 dementia， 就是他在 NIH 的忧郁症的那部分做事做护士。从他那边我才学到了，原来忧郁症的最严重的情况的症状
跟 Alzheimer's disease 最严重的症候是分不出来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在早期呢，我们在 CT scan， 这个是 CT scan 的image， 在 CT scan 里面呢，脑子正常呢是比较浅色，已经受损伤呢是比较深色。在中期呢，这个深色呢就比较越来越老。在晚期呢，这个深色的地方呢，几乎全部都盖住了。还有一个，你可以注意到，在晚期的时候，这个大脑啊收缩了，比中期的时候小很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Alzheimer 的可怕病是，到目前来讲啊，据 Alzheimer 收集者呢，只有500万人。在百分比来讲呢，这个是美国人口的1%、2%啊，这不算多。Next， 可是据说呢，据他们说呢，85岁的老人，大概有一半都会。这是 Alzheimer 收集群的统计数字。所以这是很恐怖了。到85岁，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有 Alzheimer。你们可以想象，如果我跟郑熙85岁，其中一定有一个有，你说像不像是？在美国最出名的病人当然是这个雷根总统了。雷根总统是1911年到2004年，这个过世。Next， 你看他在当总统的时候都英俊潇洒，精神饱满。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游泳，喜欢骑马，喜欢这个砍柴。我们都很羡慕他，还做过演员。可是到他2004出葬的时候，葬礼的时候呢，有一个马，有一匹马，没有人骑的，上面呢只有他的靴子，因为他的家人呢不想大家看到他这个奥山以后的样子，他希望大家都记得他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照片呢叫做 Riderless Horse。我想加一点。各位，你们有没有人记得雷根总统在任内的时候被刺杀？我为什么害怕？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 Alzheimer 可能跟他的脑子受伤是有关系的。而我呢，又经常被人家从车子后面撞，所以我的脑袋也是受伤的人。所以各位，你知道，我第一个是我母亲的关系，第二我自己的关系，我是对 Alzheimer 非常之注意的，也就分享到我的忧郁。我现在跟大家讲，Alzheimer， 我们受训的时候，他教我们是什么？他就教我们10个警告的标志。简单来讲，就是红灯。这个是我们上面会一一跟大家讲。Next slide。这10个红灯呢，为周玉元著呢，我们把英文和中文对照，给大家来参考。第一个 ，memory changes that disrupt daily life。我们的记忆啊变坏，就是每个人现在都有点变坏，可是变坏到了要扰乱我们自己的日常的生活，这个是才是红灯。你要不要举个例子？一个例子啊，我们老人家里东西找不到，要打电话叫儿女说，哎，我的开罐头的那个刀子在哪里，诸如此类的事情。这只是或许说我的烧缝怎么会放在冰箱里面呢？是永远也找不到。第二个，challenges in planning or solving problem。就是说我们日常做的事情或者解决问题的，以前经常都没有问题的，现在变成是一个负担或者挑战。那我们的例子是觉得是什么？这个老人家对数字比较不能够清楚了，比如说。那个 checkbook 怎么样都不能够 balance， 就是好像钱都少了，这个就是这个红灯之一了。第三个 difficulty in completing familiar tasks at home, at work or leisure， 就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工作甚至休闲的时候，平时很
熟悉的东西，很容易做成的东西，现在都难以完成。那我们的例子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老人中心，我们回家找不到我们家里面，迷路了，这个是有这个情形的。或许说以前这个很会烧的菜，现在不会烧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红灯了。下面一个confusion with time or place， 就是对时间和地点的困惑。那这里有个图，就像这个上面这位女士，她其实在公园里面坐在那个板凳上面，可是她自己又觉得哎呀好冷啊，衣服也穿得不够，她自己其实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在哪里，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板凳。第五个Trouble understanding visual images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这个是讲说我们看到的图像跟空间不太能够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各位看这个图啊，其实是个反射镜，就是我如果开车倒车的时候我就要看这个，可是等到哪一天我看见这个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我后面距离是多远，到底后面有没有这个电线杆啊或者什么垃圾桶啊，我都不知道把它撞了，那这个就是我的红灯亮了。第六个 new problem with words in speaking or writing， 就是在说话或者写作上怎么用词都有困难。各位你知道像我这种人中文是很不行的，如果今天忘记用什么字啊，中文都忘记，那这个都没有关系。可是今天肖淑娟她这个很会写东西的，万一也忘记哪一个用词，那就要赶快想想到底是不是我今天太累了。第七个 misplacing things and losing the ability to retrace steps， 就是说乱放东西，我们也常常乱放东西，不过还会想到说我到底可能放在哪里，如果我连这个能力都失去的时候，那就是很严重的了。是例子是什么？这里讲这个有位男士啊，回家以后呢，他就把他的 wallet 啊，就放在这个客厅那个水果盘那里，永远也找不到了。第八个decrease or poor judgment， 就是越来越缺乏判断力。各位有没有经验，常常有人来打电话向我们推销什么，或者是又是他是 IRS 我又欠了他的多少钱啊，这个就是他是欺负我们。看看我们哪一个人的判断能力越来越差的时候，就正好中他的计。第九个withdraw from work or social activities，就是说在工作上或者社交上都开始就说不愿意参加活动。其实我的母亲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在她80岁生日的时候，她就我大妹妹替她请了3桌她的朋友，结果她只跟一个人讲话。那我们当时说哎呀这个妈妈在干什么呀，可能大家都很伤心，都不知道她在很生气，其实这个就是很深的红灯。第十个 change in mood and personality， 就是在情绪上或者性格上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这里先举个浅的例子，就像这位老先生好像愁眉苦脸的苦瓜子，因为他性格已经变了。记不住，10个字太多了，所以呢，我就归纳成3个，1、2、3。第一个呢，就丧失记忆力。同样的问题。这个我有一个实例，我第一个在 MH， 我是 MH 做事退休的，我在 MH 第一个 job 就是在一个 dementia 部门工作。有一次。
一个护士就跟我说，哎 ，Alice， 赶快来，我是做 computer 的，就他们管这个资料库。然后他说，你看看这个老太太，其实那时候我们比较年轻啊，那个老所谓老太太，我看起来还不错吧，70岁左右。然后他说，我说很好啊，长得都还不错，长得秀秀气气，然后穿得也很好啊，坐在那边很文静。我说 ，What's wrong？ 人家说赶快坐他旁边。他说你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我就去坐到他旁边。果然10分钟之内，他就重复相同的问题很多次，我才知道哇。然后呢，我一想，再问问清楚，原来这位老太太虽然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其实她已经92岁。是因为他家里人对他很好，照顾得很好，他又长得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双生的一个姐妹，他那个时候在 DC， 他的双生姐妹在 California， 我们的医生还特别飞过去查，跟他研究，因为那个人，他那个姐妹还在跳 aerobic， 每天过的日子跟比我们还要丰富，所以这个就是 gene 那个时候就 proof， 是不是那么有关系？我想我们可能都常常碰到有些老人重复同样的问题，老人比如说他问我什么时候吃饭，过了10分钟又问我什么时候吃饭，甚至于吃饭以后还又再问什么时候吃饭，这个就是重复问题了。下面是忘记了亲友的名字，那这个的话我相信我经常都忘记甚至好朋友。不过我想，我如果我们昨天才见面，今天就忘记，那我就有点问题了。忘记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什么时候应该去看医生了，那你这个儿女帮他那个朋友他忘记去了。要甚至这个医生都打电话来说，都会来告诉我们说，我要提醒我们去看医生。如果提醒了，我们还在忘记，那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这三个是比较初期的，比较在中期一点是有不同的问题，就忘记了儿女的名字，不只是这个亲友的名字，儿女的名字的问题。Yeah, 我们有一个例子，我们的舅，他爱情是他的舅妈，那时候我们去香港看他，他的大女儿跟小女儿都每天都去看他，可是他只记得大女儿的事情，他小女儿都不记得。所以这个是红灯，是蛮大的红灯。下面是认不出儿女的面孔，见面都不认识，这个是非常 sad。 那我相信我们那个舅妈，事实上虽然儿女不记得都无所谓了，不过真的自己的每天来看自己的女儿都不记得，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Next slide。 思考能力的减弱。 Next slide。 不能写支票副总，跟你讲个例子。这很好玩的例子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老人家会发现，我希望不要轮到我了，发现家里面怎么没有电了，没有水，因为我就忘记寄钱了，或者我记错了。这个是不能写支票副总的。为什么跟大家讲呢？因为我们在受训的时候，在那个 community center， 我就发现有人义工做义工。是特别可以来我们家替我写 check， 因为如果我到哪一天不能写 check 的时候，是有人愿意做这种义工。弄不清楚时间和地点，我们这个讲过了。开车倒车有问题，我们讲过了。遗失东西，怀疑被偷。其实各位要知道，这个怀疑啊是很重要的事情。譬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嘛，这个家里面掉了东西，不知道是谁来了，是他还是我。可是等到哪一天怀疑的东西实在不 logic， 那时候比较严重。像我的母亲，在跟我二妹妹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最爱这个二妹妹，那二妹夫是她最爱的那个女婿，也不应该这样讲，应该说最合得来讲，两人讲着都很开心。所以，可是她都怀疑我二妹夫对她不好，这个就是问题。下面是忘记了游戏的规则 ，next one。有的老美啊喜欢玩 bingo， 那有些老人呢不应该叫 bingo， 也就叫 bingo， 所以呢搞得这个场面大乱。这 bingo 是什么？简单说一说。bingo 是老外的这种游戏。是不是 bingo 赢了就是叫 bingo 了？
就他比如说三个年号啊，这个他就可以叫朋友。结果人家一查，不是，他没有到那个程度就叫。下面一个，那个是 bingo， 是老美，我们中国人呢是打麻将，那么忘记了打麻将，糊了。呀，各位，如果我打麻将不记得也是 OK， 因为我很差，所以我也不会打麻将。可是如果什么人打麻将一把好手的时候，那是忘记，那就很惨。忘记钥匙的作用，我相信老人啊，回家的时候拿钥匙开门了，总是手发抖，都很慢。10分钟，这个不是我讲的，我说这个老人啊，拿到钥匙啊，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就麻烦。Next slide， 行为上的改变。Next slide， 不爱社交。不爱社交，有两件事情。在我的母亲身上，我们一直都记得的。一件可以讲。OK， 那第一件就是说过生日的时候，是吧？我第一件讲的是什么？父亲去世的时候的情形。那他讲这个不爱社交，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我母亲60几岁的时候，事实上我父亲在他退休1年不到他就过世。我父亲过世的时候67岁，所以我母亲才66岁。当时这个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我母亲有另外一个个性，因为他从跟我的好朋友们啊都是一起聊天啊玩啊，他也像我们一样叫我的好朋友，这叫绰号，不会叫名字啊，这叫绰号什么，什么。然后结果那个时候我父亲过世是对我来讲太吃惊了，都没想到是这件事情。然后我母亲呢，就当然我们都很伤心，可是我们这些儿女呢都哭的，可是我母亲呢掉不出眼泪来。那个时候我的好朋友啊，常常见面的好朋友坐在那里慰问我们嘛，那我当时看见我这好朋友就抱着他大哭了。可是我的母亲就很生气，在旁边说：“他来干什么？来看我们家好戏。”我简直是昏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母亲讲这种话。这个就是不爱社交的第一个现象。很难与人聊天，这个先生老太太居然在家里面不出门。那你要叫我给屁下是吧？其实我们后来发现，我的母亲在她80岁生日的时候，为什么只跟一个人讲话呢？原来那个朋友呢是邻居才常见面，其他的朋友呢，他已经有的比较不常见面了，虽然是好朋友，可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才发现，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同时跟2个人、3个人、4个人。他其实只能一个对一个，那他最熟的人就继续下去，他就觉得他是不用害怕，他要同时对2、3个人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对阿三来讲，就这个我们的能力慢慢消失。Yes， 最后呢，就变成打人，打什么人呢？打身边的人，儿女或是帮忙的人，甚至于这个。自己的 spouse 更是了，那亲近的人，像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母亲跟我二妹妹他们做，我总觉得哎呀他们很开心的。其实后来我发现我二妹妹手上还缝了几针，原来这是被我妈妈咬的。你们能够想象吗？她这么爱的女儿，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就她自己怎么讲，烦的时候她就不知道怎么讲，她就这样子做。我下面讲这个阿三德松先生叫我们说诊断越早越好，英文是说 Know the ten signs, early detection methods。这个是他们的主题 ，early detection method。Next slide。假如我看到我自己
有这个十个红灯之一，或许看到我的朋友这个，我应该怎么办？那我就应该跟别人谈谈，我看到了，我还想到了，然后呢，应该考虑去看看医生，应该看看哪一种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得到正确的这个诊断和治疗。Next 啊，有人说老人痴呆症是不可以治的，为什么还要去做诊断？是没有意义，会扰乱我的生活和家人的生活。为什么要去诊断 ？Next， 四十啊。早期诊断是唯一方法可以得到早期的治疗的。他有这个例子，有这个两个例子。对，我现在先讲一个比较容易的例子。这个讲有些药物会使病人出现痴呆症，其实美国的药物是很有效的，可是它有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整个人都变成了迷糊。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是学生，所以学校是替我们安排了，有的 host family 我们就称他叫我的美国妈妈，对我很好。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开始到了他九十几岁，我也老了，我们还是保持联络。在他九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刚好不舒服，我就打电话，我们那时候不在同一个城市，结果有一次打电话，他说不知道我是谁。哎呀，我就很伤心，我说 I lost， 我说这个妈妈怎么了啊？结果过了半年，我们又通电话，他又好好的。原来才知道他那个时候得的是什么尿道炎。我们女孩子常常有这种事情，可是那个药太厉害了，所以把他整个人都搞糊涂了，所以他根本不记得有我这个人存在。那等到后来他恢复正常了，他又记得了。所以药物，各位知道，如果今天我有一点这个，不要马上觉得我是阿尔萨姆，说不定我昨天吃了个什么止痛药或者安泰巴就太厉害了。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讲忧郁症。其实我很感激我先生愿意花这个精神跟我一起学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自己最遗憾的一点就是说，我从冯敏英那边学到，原来忧郁症是跟阿尔萨姆的症状是一样的。我自己感到遗憾什么呢？我的母亲为什么我后来就觉得她可能真的不是阿尔萨姆，而是忧郁症？因为第一个，你们都知道了，我父亲在67岁就过世，所以这是我母亲，还以为还要跟他在吵架20-30年，结果就人就这样子，很年轻，身体样貌很好的时候，中风过世。然后这9年以后，我的弟弟真的壮年，才40几岁的时候，去他一个人去 Yellowstone Park 玩，就在路中间嘛，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他就停下来，就他的车子起火。全部烧了光光的，只剩下后面的车牌一点点。后来是警察老爷找，因为这个车牌还有一点才找到我们。所以在我们全家来讲，这是晴天霹雳，是不能接受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因为人已经看不见了，是更，所以还去他的家里，因为我弟弟是男生，去他家里面拿了他牙医的报告，就决定这个是我弟弟被烧的钱。所以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盒子。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当然我母亲我可以想象更不能承受。可是呢，我母亲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哭不出来。那我们就以为，等到后来一点，我母亲都想要跟我谈的时候，我还以为有个错误的观念，我还以为说，哎呀，弟弟都过世了，就不要再讲了，何必让他再伤心啊？这样，结果我还是跟妈妈讲说，哎呀，妈妈。这事情过去了，反正弟弟这一定是做好事的，你应该不会怎么怎么。结果我就没有想到，忧郁症如果那个时候我用的是跟他谈，如果发现他真的心里面这么痛苦，如果像现在这种常识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那也许我母亲就整个是改观了。所以我这个是我最大的遗憾，我也希望各位今天来跟我分享的朋友，就是你们。希望你们永远不会有我这种遗憾。谢谢。这个 website 大家可以记住 ，www.alz.org，
上面有现在已经有中文了，前几年还没有。他的电话是800-272-3900，就是说大家有看见吗？我再念一次，800-272-3900，他的 website 是 www.alz.org， 就是 non-profit。去问他应该怎么防治的时候。Next slide。诊断越早越好。假如是诊断不是奥斯海默的话，就像他比如说忧郁症的话，可能有可以治疗。要希望正熙做所有的家事来照顾我，所以这种时候是一定要有人帮忙。可是我们后来是发现，我们有的朋友住的地方漂亮的不得了，也很好。可是天天良心，如果人家要来帮忙的时候，连公车都到不了，那怎么可能有很多选择呢？所以我们两个就赶快说，如果我们需要这种的时候，一定要住一个地方，公车也可以到 ，bus 那个你知道吗 ？metro 也可以坐 bus 或 whatever， 就尽量要能够外来的帮助的人越容易越好。然后要。做这个后事的准备，像遗嘱啊，怎么处理你的财产啊？因为到你这个有奥三的时候，你的签名都不能够接受，你要在你还医生还觉得你还是清醒的时候，就要做这件事情。譬如说像我希望说，我的一部分还给一点我的。妹妹啊什么什么，那这种的话，如果我等到我已经医生说我没有资格签名的时候，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多家属不讲，应该有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应该讲出来。而且家属呢要注意这个生病的人呢，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在这个记忆力、这思考能力和行为有没有变化。我刚刚讲的那个。对，因为主要是这样子。如果我不是奥斯海默，可是样子很像奥斯海默，这种时候当然能够就要放宽了，就是说你要找心理医生，不同的心理医生，有的是用药的，或者是什么。我如果真的缺了维他命 B12，也可能会一阵子昏了。那如果我真的是这样的时候呢？那这些就要帮我忙，就赶快就给我的证明啊，我是什么人啊，我叫什么名字啊。我住在哪里啊，电话号码，这样的话我糊里糊涂走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这至少被警察老爷找到了，谁可以知道怎么办，对吧？而且最好有点这个我的医药上面吃过什么药啊，这种东西。我在这个奥斯海默社群受培训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延迟这个奥斯海默？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病，他不肯讲。他说你最好打电话去问，他不肯讲。那我就去别的地方找这些资料，我就到这个 Woman Health Initiative 那边去找。那这 Woman Health Initiative 是什么东西？Woman Health Initiative 就是在雷根时代的一个新的这个 NIH 的 program， 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医药的重点是 white male， 是白人和这个男生。那从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 Woman Health Initiative 的。这个基本上都是所有我们女士的，你有什么问题啊，他们都收集这个资料。那他就教我们有三招。第一招呢，是怎么样保持身心的健康，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这讲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了，说生活规律，早一点睡觉，不要超过11点就要上床，饮食要卫生，定时定量。其实啊，这个里面很大的学问，这个养生之道也很大的学问。我们吃东西什么时候吃，要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一起吃比较好。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希望下一次
花一个钟头时间跟大家分享。Next slide。其实养生之道，我们中国人在2000年《黄帝内经》里讲得好，讲了四句话：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多运动，少生气。前面三项吃得好、睡得好、多运动，大概都可以做得到。最难的是这个少生气。Vincent， 你在喀萨做义工有没有受气？没有。那你很好，那你很好。我想多少都会，都因为有人就有话了嘴，那个怎么样想办法，这个把自己的气消掉。Next slide。第二招，他是要我们多用脑筋，不要让脑筋生锈。他就是说琴棋书画。做餐饮游戏，现在很多书的活动在报纸上面都有。第三个呢是学新的东西，学新的知识，到健康讲座或者是来听一听，有点新的嗜好。我们的有朋友在退休以后就开始学到高尔夫球，我跟我太太呢退休以后就学这个西班牙文。为什么要学新的呢？为什么要学新的呢？我们中国人呢说活到老学到老，很有道理。为什么很有道理呢？我们回到我开始讲了，我们这个脑筋退化就是因为有些脑细胞阻塞。就像我们开车塞车的时候，我们就等在那里吗？等塞车吗？还是开新的路？当然是想办法开新的路。开新的路呢，就是这个，就是学新的东西。我们的好朋友刘洪医生说，我们平常用右手的人呢，学着用左手来刷牙；我们用左手来用我们的电脑。或许呢，你每天下班的时候走不同的路，希望你不要迷路的。最重要的是社交活动。对，大部分的学生都觉得我们要保持社交。为什么社交呢？社交一定是互动的。你说互动一定是两方面，比如说我跟我这个朋友好久不见面，我也变了，他也变了，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要重新再开始，所以这个是个交战。Next one。第三招他说是要全身运动，例子很多了，走路啊、游泳啊、八段锦啊、乒乓球。最近 ARP 啊，是全身运动是最好的，比那个用脑筋好。为什么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和前面讲的，阿尔茨海默就是因为我们大脑收缩，全身运动呢就让我们收缩比较慢。所以这个运动应该是很好的。我个人呢，温总，我也喜欢打乒乓球。我觉得乒乓球好了，因为它可以训练脑筋、眼睛、手和脚的这个配合起来。还有一点呢，打乒乓球我要赢球的话，我要看看对方的弱点在哪里，我要攻他的弱点，这是身体。糟糕，你现在你的球友不知道。这里面有些的球友那个 John 就能跟他打球，现在他知道我的秘密了。Next slide。好，现在最后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天做什么动作，希望我可以延长我的奥山。先解释一下。先 Next slide。你要做那个动作吗？你先解释了。这个动作呢，不是我发明的。有一篇文章，在2010年在 Natural News 说有这么一个动作要做。对，我的右手拉我的左耳朵。大家跟着做。左手拉我的。这个大概对我们的膝盖不是很好的话。
以躺在那里，坐在那边不可以这样子，这什么原因呢？这个什么原因呢？这是我花了五年找到这个花的狗，我才知道原因，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 Dr. Ng 啊，他是我们下一代的华人，他呢是在耶鲁大学这个脑科医生，他呢跟一个气功大师学了这一招，他说他每天做三分钟。那他是医生啊，他有占什么便宜呢？因为他可以在做这个运动以前就测一下脑波，做了以后又去测一下脑波，别人是做不到的。他做了这个 before and after 这个 test 以后，他发现左右脑的沟通加强了很多。那这种左右脑的沟通呢，不一定要做这个动作，你可以到医院就是 make appointment， 花钱去做那个超音波的这种刺激，也可以让你的脑波这个活动很多。可是做这个动作呢，你随时可以做，也不要花钱，所以我是每天都做，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半醒不醒的在床上就做这个动作，做床上。那你觉得这个跟脑子你的左右有什么 ？OK， 我为什么相信呢？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才觉得有道理，因为你看看有这个中风的朋友，他右手举不起来的时候，他是左脑受伤，是左手不能举起来，他是右脑受伤，所以左手是跟右脑是连起来的，左脑是跟右手连起来，所以交叉。普通人安慰可以这样。其实这样按的我很不错。他花同样的时间，可是效果应该比较好。对，我们交叉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和了这个，我们中医常常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脑子的穴位吧？哎，是不是你们这个弄耳朵的有，是不是有这么一说？对，他是这个是大脑的穴位。这个耳朵的耳垂这一块，对，就耳垂这一块是大脑，它是两，所以按摩这儿肯定有12个经络都要通过这个耳朵，从耳洞这里走到全身。所以呢，它这里呢，中医呢，它有一个讲法，就是左边和右边的相对称的这么一个关系。你这个左边有点受损的话，你就是在右边你做这个辅助运动。它可以这个帮助你恢复。谢谢刘先生。太好了，太打了。现在时间不早，什么意义？大家报告到此为止。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好，谢谢。